我得申请连线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，顺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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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咋连线呀？这咋连线呀？你还不太会，你看看。发起连线，哎，郭老师，拒绝，应该是连着呢，别着急了。即将登场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哎，还有，还特意下来在车里边坐会儿啊！大华，哎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我刚去了，我刚去了我父母家。哦哦哦。然后我就听说我，然后我就听说我们家被占领了。是的啊啊，他们一直说说老秦在你们家呢啊。是，我也纳闷，你也害怕了吧？在何老师，在何老师家。嗯，是，他们刚才说对何九华那么尊重了啊。啊，我也纳闷啊，也没这么客气过呀。他还给我发微信，他还给我发微信，我以为我在西藏呢。西藏那是孟鹤堂啊，对，好家伙，骗我吧！我还说呢，在我们家，在我们家还吸氧。好家伙，在你们家还得吸氧啊，那还了得？我看着，我看着呢，老有我。嗯嗯嗯，对，他们聊半天了，刚才好些个热心网友还跟着喊何九华，何九华啊，得有俩人喊。啊，那就不少，那就不少，不少，那就不少了。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我没忙什么。前两天跟饼哥在小剧场，小剧场演了两个，演了两个出。哦哦哦，这话多难说，演了两个出，创造这么些个美丽的词汇。这不您在家？这不您在家吗？我在家呢。哦哦，没事。那我能，那我能过两天去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了啊。好的呀，好的呀，大家来吧啊，商家等你啊。哎，好，我给您买牛肉，买牛肉去。好的，我不直播。行嘞，好吧。好的，师傅，好的，师傅。那拜拜。那改天给您发微信，发微信。哎，好的，拜拜，大伙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我觉得他就在强行加入底。你看看直播。再见。